贴胶带的部分切开，把胶带切断。把它一片一片打开，一片一片的把它胶带拉开，里面就是小心的把它抽出来，好，然后吸管把它拔出来，好，你会发现底部就会留一个洞，留一个孔，好，接下来就是楼梯的部分，好。整理好的话，大致上就像这个样子。好。